我一直都很尊重。谢谢谢谢谢谢。OK。我真的一直都很尊重，我在跟你们强调，我真的一直都很尊重。但你们要知道，我一直都很尊重。OK。我变证件嘛，你要证件状况，你要证件，先了解一下状况。哥哥，我们都男子汉。你有没有朋友被我们带回办公室？没有，没有。好 ，OK。因为哦，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冲突，我们要理解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来处理事情哈，配合一下。好，好，来来，证件报下来，一多少啊？啊，还有，来处理事情，配合一下哈。是这吗？对，这边左个对，法律官事务所。对，还有一个呢。他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这个。上车。这个也是，这个待会就。好。那你们的情况，应该就是有观众你们看表演，然后他们喝了一点酒，对，有点不太愉快，但是就各自朋友带走了。对。好，然后里面有监视器吗？里面有吗？里面没有。好啊，谁有看到？谁看到？基本上我们前台的服务人员，里面的状况我们没看到，然后他就是看到他们一群人这样子有点不太愉快出来，然后就各自把他拉开了就还好。